话主要是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当然就是我之前自己人生的夙愿，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想鼓励自己的女儿和科室的妹妹们，能把这个考研的话坚持完成。花的时间最多的主要是这个数学的备考，毕竟的话丢了这么多年的数学，并且我也没有去过这个高中，所以还是这过程还是回想起来的话还是觉得还是也挺辛苦，但是整个过程自己感觉还是挺充实的，挺快乐的。看视频上封面。